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首度合体副秘书长林非凡，扫市场人气夯，婆婆妈妈反应最热烈。所以今天很欢迎他加入，以后会多多凹他，说不定他会比我更受欢迎。这个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，我们只要独立过半，就不怕几个人打一个人。采点国民党立委吕玉玲的选区，指导蓝营南桃园票仓平正。郑运鹏下午还要合体副总统赖清德，团结拼胜选。另一头也紧咬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，5736万农委会研究企划案还没说清。因为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农委会契约第十条第二项载明，整个计划案非属敏感之科技项目，在依该契约第24条规定。当时政院订定的科技资料保密要点，清楚记录该计划非属敏感科技项目。在3年期，计划3份报告内容于2007年后陆续上网公布，就依法解除相关人员保密义务。农委会已经公开说明多次，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保密的问题了。是张善政先生他们不知道哪来的高见，保密条款当作保命条款来用。陆续上网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的资料，没有上网的资料还是受到保密的限制。涉及5736万人民纳税钱，当年和农委会的契约内容有没有全部公开？蓝绿两人你来我往，他就好好想清楚要怎么讲。那告诉大家我就不讲了，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自己的牙膏自己挤，自己的牙齿自己刷干净。这个抄袭的阴影不断地把这抄袭的帽子往我身上戴，装睡的人叫不醒。绿营批评张善政阵营以拖代垫，身为候选人疑点不愿厘清，难以说服选民。三立新闻记者吴文轩桃园报道。